记得订阅我个频道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ici， 今日玩我系這個魔法蛋呢， Cici 已經恨了很久了，媽媽終於買了給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很喜歡的。好啦，那我們今次這塊魔法蛋是最最最舊的那款來的，那呢它呢有兩隻顏色的，那不知道我們今次但是現在沒有了這上面的，是原本它是有四隻顏色的，那我們就是這一色，那呢又是可能是深藍色或者是綠色的，那看看我們會抽中什麼顏色呢？好緊張，好緊張。我哋小朋友睇啦，膠紙啊，膠紙呢膠紙啊，喺邊度啊？我點解？咦，佢係個蓋嚟嘅喎。好啦，你開啦。哇，好大隻蛋啊！好大嚿，你嘅說明書超大。發光我隻眼已經，見到啊，鵝色噶，橙色噶，嗯？咦？啊啊啊！喂哥，哒哒哒哒聲啊！哦，我聽到啊，即係佢一樣，佢出下佢啦，哦，佢笑緊喎。看看到底是什麼燈啊，穿了什麼燈啊，穿了橙色燈啊，如果橙色燈就要揼一下下面那個下面，什麼色啊，現在什麼色燈啊，綠色啦，綠色綠色燈呢就是說它病了啊，這樣呢就要捽一下那個雞蛋殼的底，讓它呢摸一下它先，是不是很 feel better now， 什麼色燈啊，系啦，又拍下下面，佢想诶啖气出嚟，你好似拍 B B 咁样帮佢拍拍拍。扫风啊！系啊，扫风啊，好似妹妹嚟扫风咁啊。好，咩色灯啊？而家系。而家蓝色啊。蓝色啊？佢好惊喎，你要揽实佢喎，如果系嘅话。哦，我唔惊啊。哦，红色灯，红色灯。红色灯咧就佢唔开心，你要摸摸摸佢个 pat pat。我试啊，我试啊。黃色燈，黃色燈啊？咦，黃色燈佢喎 ，I'm exploring 啊 ，see what happens， 你中意點玩都得啦，而家佢黃色燈就開始佢出嚟噶啦，啊，出嚟未啊？好驚啊！好緊張，好緊張，好緊張啊 ！I'm coming 啊，聽唔聽到？佢講 I'm coming 啊，咩顏色啊？小馬小馬，小馬小馬。但看不到我看到了不色的哦，你看你看看看对色的小朋友我看到看到不色啊，斩下斩下我看你出来的好难，对啊，上帝呀，绿，现在蓝色灯了，蓝绿色，蓝色是冻啊，系喎，冻你就要揽实佢啦。我要揽实佢。啊，又有变色啊！紧张啊，紧张，紧张。要黄色啊！系啊，我帮佢。即系有啲彩虹色出嘅话咧，就代表佢咧会走出嚟啦。彩虹色未啊？未喎，你摆喺度一阵，睇佢彩虹色先啦。小朋友，见唔见到彩虹色咧？仲未变到彩虹色喎，我哋已经成十五分钟噶咯喎。乖乖乖，唔好病，要陪住佢。你陪住佢做乜嘢？因为你系乜嘢？你而家系咪？我系佢妈妈。得得得。你系佢妈妈系嘛？你陪住佢啊？我唔陪住佢，佢好伤心噶。咁你陪住佢，等佢出嚟咯。B B 系咪啊？
媽媽生你都係咁樣嘅啫，我都係陪住你噶啦，你要陪住個蛋啊！我而家要陪住佢陪住佢。啲彩色好似彩虹色嘅咩？啊！變光啦！變色啦！綠色的，你的小朋友是綠色的，是不是？哇，看到他的嘴了，看到他的嘴。哇，好厲害啊，看到你了。綠色的，你的嘴。看到他了，已經。好耶。Lock了個殼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出世，你跟他說什麼名字？他叫是 Fairy。 他叫 Fairy 啊？Fairy 你好啊，我紫色。紫色啊？哇，肚餓，快點去吃吧。 BB 騎呢，他有很多不同的顏色的時候，你呢就要跟回去去做一些動作，知不知道？要玩一段時間，佢先會 happy birthday。未升到 level 啊，佢仲。佢係 B B level 啊。係啊。一齊睇，有隻隻仔跌落水，跌落水，跌落水，有隻隻仔跌落水。啊，綠色。啊！就嚟開始升 level 啦，應該。撳佢個肚，嚟唱歌啦！而家呢個唱歌模式，係啦 ，stage four 啦，已經係啦 ，stage four 啦，嗱，我哋咧就係呢一個啦，佢咧有好多個唔同嘅模式同佢玩嘅。知唔知道？佢已經大個女啦，而家可以教佢講嘢咧，就係咁樣撳住佢，佢講 hello， 你就同佢講嘢啦。Hello。你而家同佢講嘢。Hello， 你叫咩名啊 ？Hello， 你叫咩名啊？哈哈哈！而家就係咁同佢玩咯。嗱，你要撳多次啊。你做乜嘢啊？喺度。都學你講嘢啦，而家。
如果我哋揀白色呢個模式咧，就係、是、佢會行路嘅喎。你拍一下手啊，拍一下。OK。而家轉個圈。而家學行路啊，要。我嚟多次。Okay. 兩下咧，佢就會轉圈嘅。你一下就停咧，佢就會向前。睇下試下一下，你拍一下停。Okay. 佢不停轉圈嘅，點解？今日呢個玩具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。你要做媽媽去照顧佢喎，知唔知道啊？知道。咁好啦，你同小朋友講拜拜啦。拜拜。下次見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教妹妹玩呢个好吗？妹妹，喂手，停下手先啊！你摆佢跳舞，点样跳舞嘅公仔？系，系招招妹妹，有声音好啦佢。哒哒哒哒哒，跳舞啦！佢升第三啊 ！Stage five 第五啦已经。拜拜。